在这期节目当中，我将会继续说一些教科书不敢教你的历史。本期节目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元清是不是中国这个问题彻底终结的时候。现在绝大多数人对元清的理解可以说是个空白啊。教科书连元朝和清朝的真实国名叫什么都不敢说。这些内容我都会在本期节目当中公开。那么在开始今天的主题之前啊，我们有必要先搞清楚一件事情啊，就什么是财富，什么是国家，还什么是帝王。人类历史上最高端的财富啊，叫做土地。那只要你的拳头够大啊，你就能占领土地啊。只要占领了一块土地，那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啊，土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你圈养的奴隶啊，说好听点就叫子民啊，都是你的个人资产啊。你的这块地盘就叫做国家啊，你就是奴隶主啊，说好听点就叫帝王。这群奴隶为奴隶主工作啊，奴隶主压榨他们啊，夺走他们的生产成果，说好听点叫纳税，然后留一部分给奴隶啊，让他们有基本的温饱啊，然后还有精力继续提供生产力啊，继续给奴隶主压榨。当然奴隶主也不是好当的啊，要当上奴隶主啊，首先你要在各方势力的大乱斗中啊，干掉其他所有的对手，也就是统一。在成为一方奴隶主后啊，他们对外还要和其他奴隶主竞争啊，对内要给自己的奴隶们洗脑，让他们听话啊，不要造反，让他们心甘情愿被自己奴隶啊。奴隶主还必须要把握好一个度啊，要最大限度的压榨奴隶啊，但同时也不能太过头啊，否则奴隶们没有活路了就可能会造反啊。有人会问我，你怎么老是动不动就说、啊、奴隶的？那这是因为我在这里说历史啊，以上我说的这就是整部人类历史啊，人类历史记载的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这些事情发生的。那为了让自己的奴隶们乖乖听话啊，方便自己奴役，那奴隶主们会时不时的给他们催眠啊，比如对他们灌输一堆诸如什么爱民如子啊，啊什么人民公仆啊，还有什么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啊等等之类啊冠冕堂皇的话啊。然而洗脑的最高境界啊，就是从思想上操控他们的啊。于是奴隶主们就慢慢摸索出来一套可以操控奴隶思想的完整的洗脑工具。那这套洗脑工具在西方叫做宗教，在中国就是儒教里面的那套君君臣臣的理论。那一直到忽必烈征服中国以后啊，更是建立起一套史无前例的奴役体系啊，他以白银为本位啊，发行全国流通的法定纸币。那这套奴役体系就是后世中央银行的雏形。那最后大元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啊，就是过度的通货膨胀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彻底崩溃啊，这是后话啊。那按照中国官方的说辞啊，元朝推行儒教啊，修宋史，对外自称中国，那证明他已经中国化了啊，所以元朝就是中国的一个朝代。那然而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当时忽必烈征服中国的时候，中国之前的奴隶主们早已为他准备好了儒教这样一套完备的洗脑工具啊，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更改这种体制。忽必烈推行儒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想利用儒教理论啊来搞集权，那第二个就是想通过推行儒教这个过程啊来催眠那些被征服的奴隶啊，你们看我都沿用了你们的体制了啊，所以你们要乖乖当奴隶啊，不要他妈给我造反啊，哇哈哈哈哈啊。所以我们说啊，读历史就是读人心啊，那要看到历史的本相啊，我们就需要从根本上搞明白当时的奴隶主们究竟在想些什么。那任何的奴隶主啊，他们脑子里想的永远都是怎么稳定自己的统治啊，怎么让自己的权力和荣华富贵啊延续得更加长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这个为出发点的啊，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外族崇拜中国文化啊，什么被中国同化啊，什么继承中国道统这些啊，根本就不存在啊，有的只是奴隶主们利用文化道统这些东西作为统战工具啊，来给底下的奴隶们洗脑啊，好让自己的统治啊更加稳固。那么对于奴隶主来说啊，奴隶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啊去知道真相啊，他们只配知道奴隶主们想让他们知道的啊，那些对奴隶主有利的信息。
所以你看历史上拼命对奴隶们鼓吹啊，什么继承中国道统啊，什么啊，什么夷狄入中国则中国，恰恰都是那些外来的奴隶主啊，比如说李世民篡改自己的族谱啊，居然直接造谣说自己是李耳啊，也就是老子或者说太上老君的直系后裔。李世民这么做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就是要找个奴隶们心目中地位高的名人啊拉上关系，这样来抬高自己在奴隶们心里的地位。那第二就是要对奴隶们表达啊，你们看，虽然我是夷狄啊，但是我祖上和你们是同族啊，所以你们要乖乖当奴隶啊，别他妈给我造反啊！哇哈哈哈哈！虽然唐璜在奴隶们面前造谣说自己无比向往中国文化啊，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出卖了他们。那《旧唐书》里面记载啊，说大唐的天子们啊，骑长服，赤黄袍衫啊，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州啊，便于戎事。那也就是说啊，大唐的天子们啊，天天穿着从魏州时代传下来的胡人服装啊。所以说啊，从古到今，所有的政治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啊。李世民死后啊，他老婆武则天啊，就成了他儿子的老婆。这种事情啊，在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了。那因为这就是阿尔泰系游牧民族啊，七其后母的古老传统啊，也就是老爸死了，后母归儿子。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啊，这就是乱伦啊。中国人说匈奴长期后母啊，禽兽行也啊，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无论是李世民、忽必烈，还有什么康熙。那他们始终都是我行我素的，保持着自己的阿尔泰文化本色，因为奴隶主是不可能去崇拜奴隶的文化的啊。在任何时代，奴隶主的文化永远是强势文化。那唐代全国胡化啊，胡风至盛啊，就是这个道理。那元清也是一样的啊，大元国官方语言是蒙古语啊，如果你要和核心势力打交道啊，就必须说蒙古语。那大清国官方语言是满洲语啊。规定旗人要国语骑射啊，这里的国语是指满洲语，比如像著名的《尼布楚条约》啊，它的正式文本只有满文、俄文和拉丁文三种版本啊，没有中文版的。所以18世纪末出使大清国的英国使团啊，也以第三方的视角看到了这一点。当时英国人在回国的路上写道，说鞑靼君王们啊，始终不能与当地人同化啊，所以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八个或十个君主啊，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啊，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啊。关于这个详细内容可以看我上一期的影片啊。所以那些整天说什么啊，外来征服者到中国后啊被同化啊，什么崇拜中国文化啊，相信这些话的人啊有两种人啊。第一种就是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啊，没有什么自主思考能力啊，别人给他们灌输什么他们就信什么。那第二种人就是明知道只是洗脑啊，但是他们自己愿意去相信啊，因为这种说法可以满足他们可怜的自尊心啊，说白了就是一种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啊，也就是谁征服了我，我就把谁说成是我。这种阿 Q 精神啊，其实早在司马迁时代就有了啊，后世也不断的涌现出来。比如说元惠帝是宋恭帝的儿子再比如说乾隆是海宁汉人陈阁老的儿子还有慈禧是山西汉人的所生，还有现在还有普京的祖先是山东人等等都是这种阿 Q 心理的产物啊。当外来的佛教逐渐强势本土的道教处于弱势的时候，老子化胡经就横空出世了于是佛被说成了是老子的化身所以你看，就连佛都逃脱不了阿 Q 们的手掌心。在任何新的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都要自称继承前任的道统那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要安抚奴隶，因为奴隶们早已经习惯了前任奴隶主的奴役前任的奴隶主再残暴再苛刻对于奴隶们来说也已经是个已知数，而新来的奴隶主却是个未知数。人类是从本能上讨厌改变，讨厌未知的因为改变和未知就意味着风险风险就会让人感觉失去安全感，而人类生来就是惧怕不安全感的。
所以新的奴隶主啊，就要对奴隶们说啊，你们看，我是你们前任主人的继承者，我和他们没什么两样啊，甚至我比他们更好啊，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干活啊，别他妈给我造反啊！哇，哈哈哈哈！那忽必烈对自己地盘上的奴隶们啊，也是这么干的啊。所以说啊，读历史啊，不光要读人心啊，还要读人性啊，不能彻底看透人性啊，就看不懂历史啊，就只配被官方洗脑啊，玩弄于股掌。那朱元璋起义的时候啊，喊的口号叫驱逐胡虏，恢复中华。那言下之意啊，就是在对奴隶们说啊，你看你们被外国奴隶主啊殖民了那么久啊，现在外国奴隶主走了啊，我是你们的大英雄啊，是我从胡虏手里拯救了你们，所以你们要乖乖听我的话啊，乖乖给我当奴隶啊！哇哈哈哈哈！可是没想到啊，奴隶们根本不吃这一套啊，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奴隶们啊，早已经被外国奴隶主给驯化了，习惯了外国奴隶主的统治。那于是大量的官员啊拒绝投降明朝啊，选择为大元殉国。那像朱元璋和朱棣啊都邀请过张三丰去当官啊，可是张三丰却以大元遗老自居啊，誓死不当明朝的官啊。还有元朝的户部尚书啊张敞啊假装投降明朝啊，其实暗中勾结蒙古人啊，想颠覆朱家政权啊。后来失败以后啊，写下身在江南啊心思塞北八个字后，然后就慷慨赴死。那在这群人当中啊，最霸气的啊，要数吴德兴那句“我身为黄原人啊，死做黄原鬼啊，誓不从耳贼”啊，说完直接自尽啊。可见当时这帮蒙古奴隶主啊，他们的洗脑手段啊是极其高明的啊。所以这时朱元璋啊，想要这群奴隶们听话啊，就必须对他们说自己啊继承了大元正统。于是明朝就开始对自己国内的奴隶们展开了大洗脑，那迫不及待的在开国第三年就修完了元史。这就是在表达啊，我继承了大元国正统啊，所以你们这群奴隶啊，别他妈给我造反了啊。那这也导致了现在很多无脑的人说啊，哎呀你看啊，明朝都修元史了啊，说明明朝承认自己是继承元朝的。那么按照这个逻辑啊，难不成你写本书啊，承认自己是比尔盖茨的儿子，那你就瞬间变成富二代了，你完全不管人家比尔盖茨认不认你。那当时人家黄金家族脱离系啊，又没有死绝啊，哪里轮得到你来谈正统呢？那元史成书于明朝建国的第三年啊，也就是1370年。那为什么在这一年成书啊？这里面其实是有着深层的政治目的的啊。元史中的本纪啊，只写到妥欢帖木儿就结束了。妥欢帖木儿就是中国方面说的元朝末代皇帝，而1370年刚好就是妥欢帖木儿挂掉的那一年啊，所以明朝很好的抓住了这个机会啊，在那一年写出了元史，啊，给自己国内的奴隶们一种错觉啊，元朝的末代皇帝死了啊，所以元朝没有了，啊，所以元朝接下去就是我明朝，所以你们要乖乖当奴隶啊，不要他妈给我造反，啊，哇，哈哈哈哈哈哈。然而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啊？真实情况是当时大元国统治者啊，妥欢帖木儿从中国全身而退，大元国依然存在啊，只是丢掉了南边的殖民地而已啊。那1370年妥欢帖木儿死后，他的儿子啊阿育士里达腊啊继位啊，黄金家族脱离系的统治啊在蒙古本土依然在继续。那虽然后来还有蒙古别部篡位啊，但总体来说啊，黄金家族在蒙古本土的统治啊，一直延续到了1635年被满洲取代。所以当时的局势就是啊，大元国的正统依然在蒙古，而明朝不过就是南边独立出去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用现在中国官方的方式来说啊，明朝就属于中独分子，或者说中国自古是蒙古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修完元史大约30年后啊，蒙古发生政变啊，蒙古别部的鬼力赤啊干掉了黄金家族的昆帖木儿汗，那明朝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啊，从此在自己的国内把蒙古改叫成鞑靼啊，一直到明朝灭亡啊都是这么做的，那目的就是要在国内搞政治宣传啊，彻底切断当时蒙古和大元国的关系，好让自己国内的奴隶们以为啊，代表大元国正统的蒙古啊已经没有了啊，只剩下鞑靼了啊，从此我明朝才是大元国的正统继承者
啊，所以你们要乖乖当我的奴隶啊，别他妈给我造反啊！哇哈哈哈哈哈哈！那明朝统治者在国内煽动舆论洗脑的同时啊，对外也多次的北伐蒙古啊。其实北伐的终极目标啊，就是要降服黄金家族啊，然后强迫他们啊，把大元国的正统啊禅让给自己啊。这个你们可以参考溥仪的第一次退位。啊，只可惜啊，明朝实力不够啊，搞不定。反而不久之后啊，明朝皇帝朱祁镇被蒙古别部给捉走了，啊，也是非常的无奈啊。啊，所以从朱元璋开始啊，明朝就搞出了一套厚往薄来的朝贡制度啊，啊，不惜亏血本啊，营造出一种万国来朝的假象啊。那至于为什么啊，只要稍微看一看当时的局势就知道了。啊，当时从蒙古帝国分裂出来的那些国家当中啊，啊，蒙古本土啊，统治者是黄金家族的托雷系分支，那金帐汗国统治者是马麦啊，啊，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人说的啊，卡克马麦普说那个马麦啊，东察合台汗国统治者是哈马尔丁啊，那旁边就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大暴君啊，铁木尔，在他的西边是蒙古贾拉伊尔部建立的王朝。那在这些人当中啊，出生最高的是黄金家族啊，用英国史学家 Simon Montefiore 的话来说啊，成吉思汗家族啊，这里特指是竖翅系和罗马皇族是两个世界级皇族的代表啊。接下来就是铁木尔、啊、是来自蒙古的巴拉斯家族，那马麦是来自蒙古的乞颜氏，然后哈马尔丁啊是来自蒙古的杜格拉特家族啊，这些家族都是清一色的世袭大权贵啊。那其中铁木尔和马麦还都是黄金家族的女婿，还有贾拉伊尔王朝的统治者啊，乌维斯一世啊，他的奶奶也是黄金家族出来的啊，是叙烈兀的重孙女。那就连当时俄罗斯的一大票金帐汗国的臣子们啊，都是世袭了500年的留里克王族。用现在的话来讲啊，这些人全都是 old money 啊。大魔王啊，或者说 boss。 那再看看底层的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啊，啊，在他们面前就是根本抬不起头的啊。那很多观众可能不清楚当时出身的重要性啊，那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啊，铁木尔虽然当时天下无敌啊，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地球最强武力，但是他一辈子都不敢自称汗啊，只敢用比汗低一级的埃米尔自称啊，这是因为只有黄金家族四个支系的后代才有资格称汗啊。那金帐汗国的马麦也是这样啊，他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但就是不敢自称汗啊。啊，只有哈马尔丁不信邪啊，自称了汗啊，结果就被铁木尔给打得消失了啊。啊，明白了吧？那所以在那种思想观念之下啊，底层草根出生的朱元璋啊，在这帮人眼里是个什么地位啊？各位心里也应该有数了吧？所以出身问题啊，始终是朱家的硬伤啊。所以后来朱元璋的臣子们啊，为了讨他开心啊，甚至把铁木尔给朱元璋的国书啊，进行了全面的艺术加工啊，让朱元璋以为铁木尔对自己称臣了啊。朱元璋居然也信了啊，龙心大悦啊，然后派了使节团啊去铁木尔那里啊，摆出一副宗主国的姿态啊。啊，结果使节团被铁木尔给羞辱啊，空留了十几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明朝要不惜亏血本搞朝贡制度啊，因为草根出身的明朝统治者迫切需要在周边一票世袭高富帅面前找到存在感。这种朝贡制度啊，用利玛窦这个目击者的原话来说啊，就是中国人明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啊，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啊，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啊，然而事实上则是中国在向全世界朝贡。那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在贬低朱元璋啊，反而朱元璋是我个人最欣赏的帝王之一。他可以从最底层的奴隶啊，咸鱼翻身啊，逆袭成为一方奴隶主啊，啊，完成人类一生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盖世英雄啊。啊，我这个人是不以出身论英雄的啊，但对于当时那些老牌奴隶主而言啊，出身高低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啊，站在当时的世界视角下啊。啊，明朝确实是个很悲催的王朝啊，他终其一朝都被笼罩在蒙古的阴影下啊，始终无法摆脱大元国地方割据政权的屌丝属性。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铁木尔在东征明朝的时候啊，打着的旗号叫收复中国啊，因为铁木尔自称是个拼图者啊，
他要把蒙古帝国丢掉的自古不可分割的版图啊，一块一块的给拼回去，这当中就包括明朝。结果铁木儿在半路上猝死啊，收复计划终结。那直到200多年后的1636年，皇太极啊在盛京拿着大元国的玉玺啊，宣布继承大元正统，建立大清国。8年以后，满洲入关啊。那对于他们来说啊，只是在用武力收复中国这块失地啊，也就是当年大元国丢失的土地。后来《明史外国传》啊当中说啊，鞑靼即蒙古啊，为固元之后裔。因为《明史》是满清写的啊，满清自诩是从蒙古那里继承正统的啊，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像明朝那样去避讳鞑靼即蒙古。那一直到今天啊，中国官方的那些御用写手啊，还在网络上啊狂撒网文啊，给国内的人洗脑，说什么黄金家族在内蒙古啊，说外蒙古和黄金家族没有关系。这其实也是和明朝官方一个路子啊，那就是要试图彻底切断啊历史上元朝和现在蒙古国的关系啊，其实本来也没什么关系啊，但和中国更没有关系。那这样一来，元朝就是中国的了啊。但无论是明朝还是现代中国啊，他再怎么搞宣传啊，其舆论影响力啊也仅限于自己的国内啊。那不过其实这样也已经足够了。那么后来大清国玩的路子啊，基本上就和大元国差不多啊。那后来孙中山啊驱逐鞑虏啊，恢复中华啊，其实满洲皇帝的最坏打算啊，就是学吐蕃帖木儿那样啊，放弃殖民地啊，回老家东山再起啊。可是你懂的啊，情势不一样了啊。大清国的灭亡啊，是以清帝主动退位的形式来完成的啊。爱新觉罗溥仪被迫把正统给禅让出来，那这样一来啊，北洋就能名正言顺的实行军事独裁啊。溥仪后来跟日本合作啊，当傀儡啊，想要找机会啊复辟大清国。那其实满洲国才是真正的大清国的延续啊，即便他只是个傀儡。那满洲国最后是被斯大林给灭掉的啊。灭掉满洲国以后啊，斯大林搬空了战利品啊，把土地留给了中共啊，给了中共武器装备啊，然后让中共从满洲一路南下啊，吞掉整个中国啊，把花生米踢到小岛上去。那慈父的这波操作啊，我是服气的啊，绝对有 boss 的风范。那这个情景啊，让我隐约想起了当年的史毕可汗啊，帮助他的臣子李渊啊夺权的情景。征伐所得啊，子女玉帛啊，皆归可汗，则土地归我唐公。那么另外中国官方还有个说法叫做中华民族啊，说中国不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啊，中国有56个民族啊，56个民族都是平等的啊，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那这个逻辑非常有意思啊，因为现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不是多民族国家啊，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啊，那么现在的华人也是美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历史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成吉思汗出生在今天中国的版图之外啊，他生前的主要活动范围也在今天中国的版图之外。那么中国教科书说成吉思汗是中国人，那就说明中华民族的固有版图啊，不光只算今天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而是应该算历史上到过的最大版图。按照这个逻辑，那么今天中国56个民族里面也有俄罗斯族啊，所以阿拉斯加也是中国的固有版图，是中国自古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当年的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啊，所以康熙就是阻碍俄罗斯族统一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啊，等等啊，再说下去的话我估计可以说一个礼拜啊。鲁迅曾经说过，俄罗斯比中国更有资格谈成吉思汗，因为历史上蒙古是从1240年代初开始统治俄罗斯的啊，到1279年才开始统治中国啊，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在成为中国的元太祖圣武皇帝之前啊，他已经是俄罗斯的成吉思沙皇将近40年，俄语叫成吉思汗啊。所以按照中国官方的逻辑啊，俄罗斯也可以说忽必烈征服中国啊，就是我们成吉思沙皇的后代征服中国啊，所以中国自古是俄罗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啊，其实中国官方宣传中华民族啊，不过也是为了对自己国内搞统战洗脑，这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么既然要说元清是不是中国，那么我们有必要来搞清楚什么叫中国。中国这个名字历史非常悠久啊，在上古的尚书里面就有了。古代中国是中央之国的意思，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观念。那现在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啊，所以古代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啊，也没有任何的联系。所以现在中国官方啊，也正是靠着混淆这两者的观念啊，来忽悠下面的人。那我以前说过啊，国家和国家、朝代和朝代之间啊，根本就没有什么继承关系啊，只有颠覆和毁灭的关系啊。如果硬要说继承，那也只有像元朝皇室和清朝皇室这种可以拉上点血缘关系的，那还可以勉强叫做继承。那么古代的中国啊，说穿了就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啊。任何的奴隶主啊，都可以自称中国。比如《大日本史》里面记载，北狄侠夷，西戎损俗，狼性易乱啊，野性难寻。亡古以来，中国有胜则后夫。日本后记里面也说过啊，其侠夷者，一请须一配中国啊。这里面的中国啊，都是指日本。还有《吉令解》当中也说，除朝聘外，在京唐国人等皆入夷狄之列。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眼里啊，日本是中国啊，唐人是夷狄。那么历史上辽金元清啊，都是阿尔泰西民族建立的内亚王朝啊，他们都自称过中国啊。其实这无非就是一种政治把戏。那就像当年塞尔柱突厥啊，从东罗马手里抢下安纳托利亚以后啊，他们也自称罗马。还有蒙古金帐汗国也自称过第三罗马啊，这个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以后再详细的说。还有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啊，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以后啊，直接自称罗马沙皇啊，这就和辽金元清自称中国是一样的啊，目的不过就是为了统战啊，仅此而已啊。所以我说到这里啊，元朝清朝是不是中国啊，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去回答了，因为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再来说一说元朝和清朝的真正的国名啊，当年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叫做 Yek Mongol Ulus 啊，也就是大蒙古国啊。那蒙古人也把它叫做 Mongolian Azint Gulen， 也就是蒙古帝国。那么蒙古帝国只有四代可汗啊，铁木真啊、窝阔台、贵由、蒙哥。那蒙哥死后啊，大蒙古国就彻底分家了啊。那十二年后，东边的忽必烈建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元朝。那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啊，忽必烈立国的根本首先是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啊，他的国家也是依靠蒙古本部的军事力量支持的啊。他首先是东部蒙古的车臣汗，中国人比较习惯音译为薛禅汗，那其次他才是中国人的皇帝啊。所以他有可能单单用中文来命名自己的国家吗？啊，当然不可能。那元朝的全称啊，其实叫做 Dion Yek Mongol Ulus， 翻译成中文就叫做广阔的大蒙古国啊。在这个名称里面，后半部分的大蒙古国啊才是重要的部分。那么 Dion 同时也是打雁的谐音啊，是蒙古语里面广阔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北元有个领袖叫做达延汗啊，就是这个词啊，达延汗就是大元汗。唐朝皇室的鲜卑姓叫做大爷啊，也是打雁的另一种音译。但是在被征服的奴隶面前啊，蒙古奴隶主啊就把打雁解释成了易经里面的大灾前缘的缩写啊，所以大元就是蒙古语打雁，同时它也可以用中文解释成大灾前缘，是一语双关啊。这就是当时统治者高明的地方啊，他们不但保持了自己的游牧本色啊，同时还能对被征服的说中文的人群啊起到统战的效果啊。所以说在任何时代啊，都是奴隶主阶级把奴隶玩弄于股掌。在努尔哈赤汗时代啊，满洲人把自己的国家叫做举圣古伦啊，也就是女真国，那也可以叫做阿玛克艾辛古伦啊，也就是后金国。那到了皇太极时代啊，就变成了满族古伦啊，就是满洲国。
然后1635年蒙古林丹汗的儿子啊额哲把大元国的玉玺啊交给了皇太极汗。那于是第二年皇太极就在盛京啊召开库里尔台大会啊，自称继承忽必烈的大统啊，建立傣清古论。那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战士之国，傣庆就是满语的战士啊，蒙古语写作傣庆一样的啊。那古论就是满语的国，那蒙古语写作古论啊，基本上也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今天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的旧称就叫做库伦，那也是这个词的另一种音译啊。所以大清只不过是傣庆这个词的中文音译，那一开始音译成傣清啊，后来变成大清。啊，所以元朝和清朝的真实国名啊，官方是只字不提的啊，那只告诉你那叫元朝、清朝。这其中的目的啊，就是要让他们和秦汉、唐宋啊这些名称啊连贯起来，那好让下面的奴隶们啊产生一种中国历史几千年一脉相承的错觉。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啊，元朝从1279年开始统治中国，到1368年退出中国，只统治了89年。啊，明朝的建立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改朝换代了，啊，然而对于黄金家族来说，广阔大蒙古国啊，从1271年建国到1635年被大清国取代啊，整整延续了364年。那这其实就和金帐汗国是一样的啊。那俄罗斯的教科书说金帐汗国啊，在1240年左右建国，到1502年灭亡，啊，享国260年。但是事实上啊，1502年金帐汗国与克里米亚汗国合并啊，那只不过是统治者从术赤长子阿尔达一脉啊转到了同样是黄金家族的术赤第十三子托华帖木儿一代。此时的金帐汗国不但没有灭亡啊，反而是再次崛起啊，从伏尔加河西移一直延续到1783年才灭亡啊。所以金帐汗国的寿命不是260年，而是整整543年。啊，我说这些啊，就是想告诉各位啊，绝大多数的人看历史啊，都是站在这里，啊，像这样啊，从这个角度看，啊，也就是坐井观天。而我说的东西啊，是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啊，是这样看下去的，啊，像个卫星一样。所以我的频道叫做卫视啊，就是卫星的视角。啊，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啊，不要把自己给带入。所以观众问我是哪里人啊，我说。我是个刚好出生在一个叫上海的地方的地球人啊，因为我只认为自己是个地球人啊，仅此而已。那些天天以自己的国家民族自豪的中国人啊，还有那些一谈到成吉思汗就自豪感爆棚的蒙古人啊，一谈到亚历山大就自豪感爆棚的希腊人啊，每次看到他们啊，我都忍俊不禁啊，我的民族怎么怎么厉害啊，比你的民族厉害。啊，这种是最蠢的。你去看这些人在现实当中啊，啊，十有八九都是失败者，啊，所以他们就迫切需要给自己寻找优越感啊。这种想法其实就来源于自卑。再帮港币啊，提起了个阿乌鲁莫从金刚嘴啊，所以我依然还是那句老话啊，历史只属于那个时代的统治者和权贵啊，历史是从来不属于平民的。元清的政权和现在中国的政权之间没有传承关系啊，所以元清是中国无法成立啊。但是在另一方面啊，今天你所看到的中国啊，在它的形成过程当中啊，阿尔泰系的秦、北魏啊、隋唐、辽金、元清啊，起了绝对主导的作用。那尤其是元清啊，所以现在的中国啊，其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后清啊。假如把现在的中国想象成是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元清基因啊，至少有90%以上。这个人拥有着一颗胡人的心脏。那同样的，如果把现在的俄罗斯这个国家想象成一个人，那么他的金帐汗国基因同样占90%以上。啊，马克思曾经说过啊，莫斯科生长于蒙古铸造的雪之摇篮。啊，俄国披着第三罗马的皮啊，底下藏着的其实是一个金帐汗国。啊，今天的俄国和中国啊，从本质上来说啊，其实就是西达达和东达达，啊，然而这两个达达人在现实利益面前啊，都不得不把自己的达达人属性给掩藏起来，所以虽然元清是中国无法成立啊，但是中国具有元清基因可以成立，啊，以上这段可能听起来会有些奇怪啊，但是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适的比喻了。那这期节目啊，不知不觉时间花边了啊，就先说到这里啊。
那有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我有空的时候会在那里更新一些和影片相关的东西。